终于能绝杀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不加班，所以我们俩今天要找一个风景如画、有水有草的地方，让我们去休闲一下，躺一会儿。看一下今天带的东西，两个电源，这个大的主要是给游戏机和显示器供电 Xbox， 这个小电源电小二功率小一点，然后给这个小冰箱还有供电，然后一会儿吃饭用的这个炉子还有这个烤盘。你别吃了，肥牛、花生米、薯片。最后还有一个投影仪，一会儿可以看电影。就这些。外边踢实况还是头一回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赶快开始搞起啊！来来来，用什么段？皇马先巴萨吧。上来就德比。嗯，犯规了吧你刚才？没有。C 朗，我去，这不犯规？我去，哇，这犯规了吧？我认识。我去，犯规。哇。来来来，握手。一号，布斯克斯，红大红。这个。你这队儿没有快的。没快的。除了那把。行，开搞。走啊！这不行，这边我得放贝尔。这你就没戏了。嗯，这身体还壮。嘿，我去！哎呦，我那边有贝尔。哇！咱俩今儿少带一样东西，你知道吧？蚊香。啊！没戏吧？我去，还有身后。这你就没戏了。太稳了，这门将。哪次？我这防守可以，不丢位。我去！操！直接给我马塞洛缠死了。咬完。我去！怎么还是我出界？打门框上了吗？贝尔，跑一跑。这个沉闷的上半场。这还不犯规？去！谁呀？北二。啊，憋着铲我门将。苏牙，你瞧这速度。喂！终于弄一个了。那人红牌，黄牌是上一场的。对，我就是说，我操！都不打
完这个，看镜头，这个镜头都没给完。准备吃晚饭了，锅已经接好。一边吃一边看电影啊。火太大了，把那个肉打开。小肠火力还可以啊。我觉得啊，咱们可以在那边再弄个灯，等一下开启。换呀吧，换呀，那换说中文的。我轰不完，轰轰轰。以后这活动可以多组织。这是道路跑太难了。以后你可以去买点这个飞牛，在清真寺买。这挺他妈逗。OK。哈哈哈哈。吃了，够了。人质暂时安全，调出案发前两个小时银行内外的监控录像，看看等候是否真不重。是。这孟尝也挺火的，说相声。大爷，我已经糖尿病了。我已经糖尿病。不想上去点点。嗯，吃什么呢？这摄像头，粘那摄像头啊。啊。幸亏有碰见这找警察。老姚，正的，你们烧给我。别吃了，够了。